我哋提供一站式嘅专业碳能服务，用最优质嘅材料同碳能板，令每一位客人达到空间最大化、收益最大化。同时因应每一位客人嘅不同需要，我哋会做出符合屋宇署条例嘅不同设计，又可以为环保出到一分力，仲可以多到一份稳定嘅被动收入。善用呢個閒置空間咧，令到呢個物業即時升值。香港現正大力推行呢個太陽能發電，中電同港燈公司推出咗呢個上網電價計劃，為各位市民同業主咧帶嚟呢個高回報嘅收入，從而減低呢個社會對呢個化石燃料嘅依賴。長遠而言咧，可以減低到呢個温室氣體嘅排放。香港太陽能係一個新興嘅行業，我哋喺面對呢個採購唔同品牌嘅產品啦，例如呢個太陽能板啦。逆變器啦，唔同地方嘅環境啦，每一位客人需要嗰個設計亦都唔同啦，咁要去考慮好多嘅因素喺入面去做出一個設計，令到個客人係可以得到嘅最大啦。咁其實呢度每一次每一單工程，每一次要應對嘅地方亦都有唔同嘅。咁同埋加上咧，我哋都最近面對香港嘅疫情啦，同埋社會運動嘅影響底下啦，要守業同埋穩固公司嘅團隊咧，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埋考驗嚟嘅。縱然喺咁嘅考驗下啦，我哋都會一一衝破難關嘅，為每一位客户咧提供完善嘅售前同埋售後服務嘅，堅守我哋嘅宗旨，希望獲得更多客户嘅信任。首先多謝各位選擇我哋太陽能服務嘅業主啦。咁呢度係我哋其中一個完成咗嘅區域嚟嘅，係啦。咁亦都咧多謝其他業主信任我哋。咁我哋慢慢完成一步一步咧去施工緊呢個工廈天面嘅項目噶啦。呢度係我哋一個現場施工中嘅工商廈項目啦。而呢一邊就我哋已經完成咗嘅區域嚟嘅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個做法係點樣做嘅，就係現場釘板倒模。然後就倒石屎，咁就有別於一般公司咧，就搬個石屎等上嚟去做嘅。因為咁樣我哋計個承重量各樣咧，咁我哋亦都入曬樓頂，咁亦都變咗係會更加穩固同埋安全，個受風力、抗風力等等亦都係會更加大嘅。咁我哋嘅做法咧，亦都係唔會打地台嘅，就是、現場倒石屎，咁就是一個最穩固同埋最唔會影響防水層嘅做法嚟嘅，亦都符合咗樓頂，因為我哋亦都係揾咗呢個註冊認可工程師咧，去交咗份樓頂嘅文件出嚟嘅。